11月9日，一条艺人戚薇、李承铉夫妇一起接受访问的视频疯传。画面中，当被问到一觉醒来，发现身份互换，最想体验对方的一件事是什么时，李承铉就表示：生理期是什么感觉？不是很好的感觉。一来就这么猛，果然夫妻之间是没有什么事情不能谈的呀。之后戚薇被问到互换身份后想做的事，尺度更加是大到不能播。我想要做的事情你们应该不能播。到底是什么？我想打个飞机试试，打个飞机试试。哇，这何止不能播，简直是不能说。李承铉可能也没猜到老婆在镜头面前居然那么敢言吧。虽然戚薇的耿直令很多网友大写的服，不过呀，作为公众人物，言行各种还是检点一下比较好。魔方传媒综合报道。